本分局德银所员警于八月三十日执行超商巡签勤务时，建议心机可疑男子身着西装，对其实施盘查，发现其为诈骗集团所派遣的面交车手。本分局持续溯源，收集相关市政，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，成功破获上游诈骗集团，全案依诈欺、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芦洲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林信立呼吁：一听二挂三查证，多一份小心，少一份被害。反诈骗大家一起来，拨打165反诈骗专线，或是110报警电话求证，也可以透过警政署165全民反诈骗网进行通报，或是查看高风险卖场辟谣专区。